货比三家，我是伟嘉。那么前段时间 Dior 跟 Air Jordan 联名推出的 Air Dior 高帮版本发售价18000块，低帮版本发售价16000块。听到这里可能你会觉得没事吧，嘉哥， AJ 卖到10000多，哎，这只是发售价哈，炒价这一双44.5码二级市场已经去到6万多块钱，而低帮也要3万多了。我们先不做评论哈，我们去来一个采访，看看路人对这款鞋的看法，还有针对一个现象，就是贷款买鞋可不可取。我们先来一轮弹幕投票，觉得可的回驳一，觉得不可的回驳二。采访走起吧。你觉得这双鞋怎么样？我觉得 OK 啊，我挺喜欢的，还可以，不好看，我觉得。你觉得不好看？可以，挺帅的，好漂亮啊！猜一猜价格，这种联名款应该都2000吧？4位数啊，2万还是6000？2000多，嗯，3000多，嗯，1000多，嗯，600到700。应该10万吧？还不到，暂时还没到。那应该也差不多了。这个鞋子现在市场上面卖6万块。并没有太惊讶，正常啊，很正常，原价18000，那现在被炒到60000了，炒到60000块。这种60000块钱的鞋子，年轻人去买，你觉得这种消费行为怎么样？不可能，可能他爸爸是货衣吧。如果你有钱的话，确实值得。我觉得不怎么样。这鞋我觉得要穿好一点，它要很舒服，不单是穿着舒服，我觉得他是很喜欢，对吧？然后它也是一个限量版的嘛，你不会跟大街上冲突吗？对对对，你知道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，像大学生会贷款买鞋吗？有啊，有些傻，这么多人没几个傻。不是很正常啊？我觉得这肯定不对啊，没有超前消费啊，贷款应该没有，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啊。这种行为啊，我老人家觉得肯定不好了，先用未来的钱是不好的，要经过努力才享受嘛。Okay. 没努力去享受，那很辛苦咯。不，我觉得他日后如果要他是有偿还能力的话，我觉得是可以的，只是提前把我喜欢的东西先买回来而已。如果现在有6万块钱给你们，你们会买什么？存着，存一半用一半。买电脑啊， okay. 买一套电脑，去吃东西啊，去旅游啊。肯定买了旁身啊，买一些必要的用品啊。OK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OK， 那么看完上一段采访之后，我接下来就给大家做一个第一视角的 ASMR 开箱，来还原一下，如果你收到这个 Air Dior 高帮的话，会是怎么样一种体验？哇哦！你看到这一个箱子，其实它的内里的材质都是很迪奥的深蓝色，然后全部打开之后呢，就是有一个礼盒一样的鞋盒，就非常有仪式感。下面呢还有一个吊着密封钥匙扣的一个 Air Dior 的纸皮袋。那如果你看的觉得很棒的地方，记得三连一下，你觉得看到这个位置觉得很棒，在弹幕那里回一波一，啊，舒服金钱的味道。然后打开看到有2个鞋子的防尘袋，还有3个小袋子，分别是装着一副白色的鞋带， Jumpman 的钥匙扣，可以把它挂在你的兰博基尼的钥匙上面，挂在你的玛莎拉蒂钥匙上面，或者挂在你的2000方门锁钥匙上面，是非常棒的。我喜欢这个 Air Dior 的飞翼 logo， 重头戏来了，朋友们，舒适。这个防尘纸我很想给你们看一看，因为这个防尘纸呢，它上面是印了 Dior 的英文字样的，哇，然后就是这一双的 Air Dior 高帮版本。可以闻一下这个味道，大家假装你们闻得到，它的皮革味会稍微重一点，但是它跟一般的新的 AJE 的那个橡胶味稍微有点不一样。这个鞋垫也是印满了 Dior 的标志。首先拿到手上面，我觉得整一双的做工是非常的漂亮，然后水晶底也是印着一个 Dior， 左脚是一个飞翼的 logo。 我最喜欢这双鞋子的位置呢，在于它的 swoosh， 它用一个编织的 Dior 花纹呈现的这个 swoosh 就非常有标志性。在鞋舌的位置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布纹里面也是有暗花的 Dior 的花纹在。鞋撑是遵循了鞋面上面这些灰色做的一个橡胶的鞋撑，你别说这个鞋撑都很漂亮。我们先看一看在帮位这里，8500双的限量，然后这个是1002的这个编号。10月2号生日的朋友会不会特别想拥有它？这一副是它原本的普通的鞋垫，跟一般的 AJ 所附带的那一种鞋垫没什么差别，但是它上面呢是没有橡胶的，因为啊它的底部的缝线是用的是一个皮的底，同时里面也是有很多的 Dior。 好，那这一双鞋子的 ASMR 第一人称开箱就在这里了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
那对于贷款买鞋应不应该，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了。在如今这一个任何消费都可以超前、任何消费都可以贷款的年代，想要实现自己的欲望真的太简单了。但是随之而来还款的痛苦以及信用破产之后带来的影响，比你想象中要严重，甚至会影响你的余生。所以马上开学了，各位同学、各位年轻人，记得不要轻易的被这些欲望、这诱惑给冲昏了你的头脑。球鞋的价格只会越来越贵，也会有很多很多更贵的鞋子马上就会出现。穿上一双几万块的鞋子会飞吗？会飞，真的会飞，会让你的虚荣心飞起来，而且越飞越高。但决定别人看不看得起你的，绝对不是因为你穿了什么鞋子。不正确的追求自身可承受的物质，最终必被反噬。听懂了吧？听懂了，你在公屏上面。最后记得给嘉哥点一波关注，来个三连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加油，牛逼！